介绍来。各位台湾民政府所有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早安。哎，哦，真欢喜。咱这节课哈，所要跟咱分享的，就是讲，在咱上课这几天，应该你有头壳内底有一个真清楚的改变。这改变是咱台湾的囡仔所受的教育，拢一直唔敢去甲改变。咱知讲吼，在咱的台湾内底，在这几年来，我相信咱真侪矛盾的想法，就是讲到底咱要怎做才是对。我用最近的新闻来讲，今仔日特别的日子，就是五月第二礼拜母亲节，敢毋是？吼、哦、啊！大家拢感觉爱当庆祝，大家真孝念家己的妈妈，真伟大。啊，毋过伫咱台湾内底，最近有一个姓马的先生，伊的妈妈嘛是过往，但是咱今仔日毋是咧讲着讲。用这个角度来看，昨我看到一个立委，伊怎去甲伊遐甲伊讲啊，我要来甲伊敬道吼，要来甲伊哀悼。结果伊怎甲讲啊，你遮无迄个设迄个灵堂，啊，就去用骂个呢？骂了后，这个陈立委伊怎开始去用攻击媒体安尼甲操作落去？佮一个姓郭先生怎甲骂讲禽兽不如？咱用一个道德啊来看一件代志的时阵，咱读到怎回去？因为到底是谁做唔对？哪像讲起来，这种无人唔对。啊，不过你用是非的时阵，伊就是错误去啊。我感受到讲，伫咱台湾永远就是充满矛盾这个代志，因为妈妈每一个人拢有对无？但是伫即届。伊个妈妈嘛过，咱嘛是表示真哀伤，有影，大家拢是安尼。啊，毋过伊毋通袂记哩一件代志，媒体咧报个拢总是伊妈妈真伟大，伊妈妈真安怎安怎安怎，所有个伊妈妈好处，父亲人个福德拢总伫妈妈身上。佮底下两个讲哦，伊妈妈佮拢要求伊背诗句，啊背甲大家母仔囝足欢喜个。伊要予咱看到，讲你看，这才是做总统的家，这才是一个讲感觉起来讲，你看人因就是这么啊高尚。但是回头转来，台湾嘛要出一个总统，敢毋是？伊的妈妈嘛真济岁啊，但是伊的心内安那想，是安怎同款拢是老母。一个囝伫遐，予大家拍破啊！一个伫遮无人要插伊。啊，毋过我今仔伫遮要甲大家讲诶，就是讲台湾的矛盾，今仔日咱来解决。咱也要看对新闻，因为我自较早细汉吼，对着咧颁奖的物件，拢会感受到讲迄感真诶。因为我感觉一生当中，我为幼稚园开始读册，我为幼稚园吼。开始安尼读册，读到安尼几啊年，大学毕业，拢总毋捌领过一项奖，拢总毋捌领过奖。大概每一届嘅毕业典礼，我都是双手插落袋啊，啊伫遐看，啊夹一张毕业证书，啊讲奇怪，啊我是要啥物奖？结果学校内底有一个爱心奖，爱心奖，我想讲。平常时我就做爱心的呢，结果阮迄班一个同学怎提起，啊，我怎甲看讲无啊？这个囡，这个同学足奇怪，伊来得爱心奖，我看伊捌甲只狗啊，看到袂顺眼，怎甲踢落？安尼咧讲领爱心奖，啊，伊爱心伫倒？哦，原来伊拢有去孤儿院甲因斗帮忙，还着爱心奖。啊，我去遐问讲，啊，你去孤儿院拢创啥？啊，就去甲因斗搬物件，啊，若无就去甲囡仔啊，伫遐甲收收咧，安尼就爱心奖，迄是一个表象。甲落尾，
我总啊想讲，得要毕业啊，过来有他个做学生啊，无也唔知影。我总啊甲同学讲，我吼读册到即阵拢捌领过奖，啊学校敢袂使颁发一个奖状给我？吼、哦，啊结果阮同学就甲我创治啦吼。伫要毕业典礼迄天，怎啊颁发一个不随地大小便奖？好，因为真正我拢无随地大小便啊，所以同学建议起哩，啊怎用家用像迄个纸啊，家己做一张奖状，啊嘛叫我去领，讲啊，咱来颁发给一个规世人拢冇领过奖诶，但是咱想无伊会使领啥物奖，啊怎一个不随地大小便？啊，我感觉讲摕到这个物件。心内就想讲，奇怪，是安怎会摕到奖遐囡仔？第一，医生的囝，政治世界的囝，啊无就是因爸爸议员，因爸爸国民党，因爸爸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，敢若真少像咱这一般的人去摕到。咱外头看到咱台湾第一届选到家己本土的总统。好是虽然是中华民国流亡的，但是咱嘛是迄时阵安尼真用心甲拼，一直甲算是讲台湾人应该一代出头天。啊，毋过选掉了后，伊后壁的命运去用糟蹋。咱看到真侪人开始甲伊讲，阿扁的妈妈就是无读册啦，所以吼，伊的假老啦。当我看到阿扁啊伊咧写伊妈妈的日记的时阵，我才感觉到讲，真正台湾人的骄傲就是伫遮。马英九，伊是生活拢无困难，读册阁真含慢，夭寿病，读未毕业啊，读几啊年阁考未毕业。阿扁先生，伊是三级的贫富，伊捌讲一句讲，我若无摕到奖学金，我毋知明仔日子变哪过。伊有迄个骨气，台湾有这种骨气真好。所以呢，伊怎开始跟妈妈参详，跟妈妈迄种生活感情非常的好。尤其我应甲大家讲，全世界无一个三级贫富会当栽培总统，敢若独独台湾人，真正骄傲。迄种遐尼歹的环境有材料栽培，迄是真无简单。这种母亲敢无伟大？所以当真侪人看到因兜讲，我会记哩一个马先生因太太去甲因人咧讲讲讲，因的壁拢总真垃圾无整齐，是安那讲阿扁因兜壁拢无整齐，伊讲迄壁拢咧写数字，啊伫遐写，伊讲迄毋知啥意思，迄是马先生因太太讲的，结果人大家讲啊你当是捌人捌，迄是技巧。因为将来这种生活，恁这种高等人唔捌看过，恁其他人将来唔捌，这是啥物生活？但是这无掠做见效，这是凸显着台湾人的这种坚定，伊这种恶劣的环境，伊照常嘛是一步一步安尼要过落去。伊期待明仔会较好，伊期待着讲，咱的主题。好，咱台湾人选出一个总统，我相信迄天大家敢欢喜一天。啊，结果明仔载过，啊就无啊。所以安尼前后甲想起来，我感觉真唔甘愿的，就是讲奇怪，是安怎恁选调就伫遐放炮庆祝开香槟，伫咱本土台湾人啊小可出头，你就讲哦，拢总袂使庆祝，爱感受别人的感受，啊两种煞冲突了。包括伊的妈妈过世年最近过世年了后，当然咱是对着哀伤，咱无要甲评论。啊，不过实际上，伊的妈妈敢有遐伟大？伊嘛是过日子尔，这就是台湾人的命运。所以一开始，我要甲大家来探讨的，就是讲，你敢捌想过，是安怎台湾人伫出世啊，就受命运的安排？到落尾，大家拢会想讲啊，迄个命运啊，无法度。因为这个囡仔，咱就甲囡仔讲，你爱看到，这是一个白菜。当然，甲外国的教育完全无同款。以外国的教育，伊是感觉讲囡仔生来
你要做啥？吼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伊感觉讲，你生来出世就是做啥物拢一定有效，不管大不管小拢有效。但是咱经过家己安尼甲加工过了后，啊，互教育过，国民党安尼甲你洗脑过，你怎变作啥物款？外国是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但是咱这边怎变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所以大家人都爸爸妈妈讲，你去读册就好。所以自己那出世一回，我就看着阮的隔壁啊，开始做啥物？做讲啊，一回拢有一个开始要做啥？抓住着哦，人这个拢真知影。伊抓住的用意就是要让你选择讲，哦，我这囡仔啊该做啥？但是几下改，我若看着这个抓住那表演了，那举办了。有的欢喜，啊，有的就哀伤，忧头革命。伊就拢会想讲，哦，我的囡仔，啊，你啥物货唔去举举低头？大概出来就安尼。伊呢阿公阿妈出来嘛，甲因讲奇怪啊，是还无猜我，迄 M B G 摆几啊支，唔去举咧举低头。啊，有的妈妈若举到迄个毛笔吼，吼，阮这个囡仔该做大官。啊，就开始用这个安尼命运，一直感受，就讲你就是安尼做，哦，啊，这囡仔来夹到毛笔的，那就真正一世人会做大官，啊，就当拢顺意，但是伊无去思考，中国人真爱做官，但是台湾人唔通互伊骗你，迄是中国人的思想，台湾人是要来学习，要来管理。所以我无爱用着做官，内面政府会使做啥物官，做啥物官，我感觉即种诶是一个骗局。那做官是讲骗，因为即无啥物效果。但是我甲你讲，咱来参加民政府是要管理着咱诶台湾，互伊搁较好，即才是咱诶目标。管理就是你诶权柄爱摕伫手，你走倒去管理。但是中国式伊诶管理。俄罗木者啊，伊无去用到人权的思考，伊敢想讲啊，我着摕着权啊，我着会使你叫你创啥就创啥。有真济影片内底，哦，我看到中国人因咧教因个囡仔，我即个看到安尼，险啊，踹一条。伊甲我讲，伊个囡仔问因老师讲吼，为什么你要选班长？问一个囡仔，武汉小学囡仔。啊！老师甲问讲，你为什么要选班长？你知伊回答是虾米？伊讲，我如果选上班长，我叫班上同学做什么，他就要做什么。哦，厉害哦！咱台湾干唔啥呢？那选掉伊，那叫咱创啥，咱就创啥。这敢叫做管理？唔是。既然只要改变，就是要将管理权交倒来，互咱家己管理。所以长期以来，你若去问到讲啊，你咧参加民政府，我知影大家拢会深受一种互取笑，我嘛常常拄着。但是拄到落尾，我感觉伊迄奴才思想都伫头壳内底。第一届，若拄着我甲伊解释时阵，伊拢甲我讲，若照你安尼讲，我问一个问题，你要互美国管，还是互日本管，还是互中国管？恁安尼到底恁是要予啥物人管？啊，我讲你敢无其他的答案？咱拢干那即三界尔吗？唔是，咱还佫一种，咱要家己管。咱就是要家己管理，因为这是咱的厝，是安那，咱袂使家己管。啊，即个了后，大家问了，咱的思想变得落在去啊。常常就是爱看人讲，哇，这是啥物？所以伫咱看到真侪媒体。咱就开始去改变为命运的结合，所以电视伊若做迄个有关风水，互你看，也是命运的节目，互你看，你就相信啊，都是爱安尼。咱大拢爱照相信，但是简单讲，你若无去甲改变，你无去甲突破，你的态度若佫有关是安尼，我看台湾嘛无五万，因为你应该已经拄着。
一寡即马上命人愈来愈侪，啊，拢愈讲愈乌白讲。啊，我着回想着我囡仔，较早我嘛是差一注啊，我的观念怎啊摔落迄个坑坎内底？因为当我囡仔，我嘛看到阮庄头内底有一个叫做蔡明坤啊。迄时阵我拢袂晓想讲，奇怪，伊会晓共算命，啊，伊哪会青命？啊，家己都遐歹啊，啊，要佫共看。但是足奇怪哦，全庄头若有啥物代志去找伊，伊拢互你答案。啊，大家就真尊重伊。结果有一届，一个阿嬷带伊个孙仔去予算，甲我平坐会。啊，算了，你知伊听到即句话，哦，伊足欢喜个。伊甲伊讲，恁个孙仔阿该坐大只桌啊，安尼代表啥物？哦，对，咱拢会想安尼。因阿嬷就足欢喜讲，哦，阿该阮这个孙哦坐大只桌啊，拄到人就讲，阿该阮这个孙会坐大只桌啊。啊，看看我是讲，啊，坐大只桌就坐大只桌啊，那有啥物了不起嘛？当然，迄是囡仔想法。结果因阿嬷怎甲我手扭过？阿公，哎，青梅君啊，啊，这个是安怎？你甲介绍一下，你甲看卖啊嘞。结果伊甲我看看，甲我讲一句话，我嘛听着真艰苦。伊讲，你的这个名吼，四牛七啦。我听着胃头翻到甲尾，我等下甲扣韩字是讲，哎，这韩字一条都金我嘞。啊，我的名才四牛七，咱那是要安那穿？啊，唔多，啊，活无偌久就翘去啊。到底是安怎？结果安尼甲想，一直想。哦，迄凊彩上细条嘛，也骨骨也硬，啊，凊彩一粒西瓜几斤的呢？啊，我就想讲，啊，我问过美国人，伊讲啊，你的命价偌轻偌重？伊讲我刚巴肚就五十起咯。哦，奇怪，因的命价就遐尼啊用，啊，像咱这边才几两啊尔。啊，我一直想，一直愈艰苦，想讲啊，安尼唔知可能人生得要无五万。但是十年、二十年安尼过去，我发现着，迄个坐大只桌的命运是啥物款？迄个坐大只桌的命运，我一届去甲因家，我看者嘛，喘一条讲，哎呦，恁阿嬷讲的够影呢？因为伊就是无头路，啊，怎啊伫厝，啊，食硬饭，啊，食甲惯势，啊，结果娶某啊，囡仔伫遐咧写功课，啊，写功课因为无桌啊，怎伫乒乓桌咧甲教写功课？我才讲，哎、欸，你阿妈讲的对呢，全世界桌啊上大只就是乒乓桌尔，无还佫有代志。莫怪你阿妈讲，你会坐大只桌啊，果然无唔对，真正坐大只桌啊。伊咧坐，无讲还佫有比乒乓桌较大只，应该即上大吧吼。对，所以伊要讲有准还是无准，我相信决定唔是伫即个蔡明坤啊讲的话，因为伊家己乌白讲的。但是咱今台湾要改变，是爱用什么款？咱爱针对这个物件开始一项一项去甲想去甲突破，让伊看到讲咱台湾今仔日的命运是什么款。所以伫遮今仔日是母亲节，我用一首歌曲来描写着咱台湾的命运。以这首歌读出来，让我感受到讲。敢真正台湾人是安尼，啊，毋过伊伫甲落尾，用一句字，伊讲为着咱子孙台湾的希望，爱拼爱拼爱拼，三句的爱拼，咱来欣赏这首吼，一张网五十档，这首歌早好。你应当欣赏讲这首歌曲所带来是啥物？首先，是迄个苏云老先生，苏云老先生一生为台湾的付出、的打拼。在牺牲时代翻长山，在人仔时代翻石卡，国民党时代喊一个欢呼啊！台湾这个民族四百年来拢在人反，是爱伊人反，
咱家己故中来感染伊。哦好，咱会当感受到这首歌曲所带来，真正是台湾人的悲惨。伊内底，敢若后壁，上后壁，后壁，后壁，敢若甲咱讲一句讲，打拼，打拼，打拼。但是国民党伊用足侪方法，当你开始要打拼的时阵，伊甲你石油起价，我讲你毋知要哪拼。当开始你要打拼的时阵，伊用一个考试，啊，互你考落去。大家为了争取第一名，啊，你毋知要怎拼。当你开始要打拼的时阵，伊为学校联考，安尼甲你加落去，啊，你都毋知讲啊，咱打拼是要怎打拼？一代一代过去，学校教育佫甲咱讲一点。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我这句话唔来对啊，唔对，我唔知呀。但是经过这多年安尼个思考起来，这句话真正错误。因为台湾人敢无拼？有啊，台湾人拼起来，全世界员工是第一顶的。真正台湾人咧打拼的时阵，伊咧拼，员工为下载安尼拼拼拼拼到阴暗，啊拼到了。结果拼到落尾，伊个打拼归伫啥物所在？归伫红公家开。咱赚足侪钱，结果甲人公家开。我看到外国人个生活，我感受着讲奇怪，因个周休二日是安怎？因休困，哦，我着来佚佗，来去创啥？慢慢问过因迄边个老人讲，奇怪，恁那拢袂烦恼恁食老袂安怎？伊讲啊，食老哪有啥物安怎？那健康就来佚佗，啊！那破病就来看医生，啊！医药好，尽量医药好，啊！活愈久愈好。我这是个观念，但是咱这边大概就是一生的路口内底，拢总是哀怨。一生你活到吼七十岁是讲，一生的人咧活年岁是到七十岁，但是较勇壮型活到九十，啊！不过你甲看起来。你若问较侪岁人，你讲你一生会当纪念的是啥物？就是路口。这是咱的台湾，从来毋听过讲啊，阮较早吼，哦，囡仔时阵、少年时阵啊，当时时阵有啥物款真甘甜的回忆，拢无。敢若讲我吼较早就是安怎拼，安怎怎啊拼，安怎拼，啊拼到即阵，哦已经侪岁啊，往往囝去拼。啊，结果安尼落去，大家想讲，就是一直拼。咱看到捡鱼纸的，拢是台湾人。伫路边咧卖玉兰花，嘛拢台湾人。伫台湾每一个角落较弱势，啊，拢总台湾人。啊，佫一点，咱敢袂感觉足奇怪？伫公园吐鸡子的，伫公园咧人狗的，我捌过遐甲问过，我讲伯伯，啊，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
伊讲我们是打工会过来的，我讲哇呢哦，教育呆，吼、哦、啊打工会，我们是劳苦功高啊，听到咱感觉讲哇呢，钦佩钦佩迄种感觉，啊，不过我甲问讲，啊恁真正够拍到强匪，伊讲无啊，看走都袂赴啊，伊的想法是安尼，但是到落尾，我甲问讲，啊你是啥物职业？伊讲我伫公所上班，我讲啊你公所是看你也捌字，打拢唔捌，你用做啥？伊甲我讲一个，我怎遐么认为？恁大家嘛坐好，我甲伊讲伊的职业，你怎会怎倒落？一个月领3万2。哦，这哪我做甲足专业。我甲问讲，伯伯，啊你以前在公所是做什么的？伊甲我讲拉国旗的。我讲哈算什么？伊讲拉国旗的。我讲拉国旗啊，一个月可以领32000。而且还有退休金，啊，佫去种种看病拢免钱。我讲你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啊你，你拉国旗，那国旗很难拉吗？讲没有啊，就去就把它拉上去，啊，等下就佮收落来，只有好，啊，那旧的换新呢？伊讲啊，你的工作就安尼，啊，你拉几架？我讲一架。哦，欸，这若我做，我足专业的，这我上敖。你唔知道我拢上敖救国，这我来做，我一届能救几啊几偌紧？哦，是安怎？伊干那一天去啊救国旗，啊暗4点甲救落来，安尼一个月领3万外，啊生活遐好，啊台湾人拼到尾，结果咱都伫倒位？佮想看卖，伊若是破病去荣总摕到因的迄个难民卡，安尼甲撸入去，就讲啊我是荣民，吼、哦、英民就是英英拢会使看病安尼吼，啊就入去，啊就开始大房，台湾人。那要带病，就爱面顶叫下骹叫亲戚叫关系，啊，看甲咱排着无？所以伫咱遮有一个想法，每一届的选举，我拢怎甲隔壁讲？啊，咱选举要选到谁？我讲我选隔壁，是安那爱选隔壁，啊，无至少嘛熟悉。吼，啊是讲，啊你是安那要选好伊，伊拢甲你回答一句，你会嘛错一条？伊讲。万一我若出代志吼，会使找伊。你看外国人的思想，伊甘愿一生真积极。伊知影讲我一生拢未出代志，所以我唔免烦恼。但是咱台湾食到80-90岁，是安那？你要选好伊，伊会答案甲你讲，我惊我出代志，惊我后边啊断言时阵，唔知要叫谁甲我敲病房。你感觉安尼即艰难的人生，想到这。确实，咱目眶都红了。啊，毋过，咱的方向开始要拍拼。拍拼的时阵，咱的方向怎毋对变呢？咱嘛捌拍拼过，我嘛捌拍拼过。我想讲，我好，我读册来为国争光。结果，读到要毕业啊，大学毕业啊，结果看啊，奇怪啊，会当啥物为国争光嘛？敢那无？我想讲，哦，咱要读个册，读个足够的。爱当来为国家做看什么代志无？结果拢总无。啊，咱的囡仔读册唔知要创什么？所以伫最近的新闻，你若甲看，咱的囡仔伊的愿望伫倒位？我看到一个台北市的少年人去租一间厝，一个月3000块，伊的厝大桥咱这桌顶，安尼四家个合作会会跨度。迄叫做农民，人啊，啊一人住一格，一格诶空间就是咱四只桌啊安尼，吼安尼好大。啊我讲啊，人记者嘛讲问啊，啊你若买租较大间诶，伊讲我一个月赚20000块尔，我是变哪租较大间诶。我请问你，这个少年人哪里诶主题，伊诶愿望伫倒位？一世人都赚2万，啊赚到死，啊死连迄个四块桌诶面积都毋是伊诶。所以，咱看到这个所在，咱来这上课的目的，就是爱去了解，咱来对人权来开始去认识，什么叫做人权？人权的定义，就是要改变咱头壳真垃圾、真太高贵的想法，因为人权，伊是一个和平，是一个彼此相听。大家爱互相，咱若看到咱法官，将来伊袂甲你讲你的案件内底，我要安怎甲你关心？伊敢坐官官在面顶，
伫遐看，看，看你顺眼就甲你判无罪，看你无顺眼就甲你判重刑。迄就是咱法官，即干嘛做人权？所以渐渐，咱就开始变形。变形的时阵，咱对着选举，大家就想要找着挖口，啊，挖口敢若用找着选举，一张票。大概咱若拄着咧选举的时阵，就讲哦，恁这张新型的一票，恁决定的一票会当投给啥物人，啊，就来甲投落。投落了后，佫经过四五年，袂记哩啊，啊，你变做啥物生活拢唔知。啊，过了后，佫过无偌久啊，伊就佫开始佫甲你。我有一届看到阮遐选举，真正迄毋知要安怎讲啊。每一届伊所标迄个旗号吼，迄个见证安尼拍出来，啊印迄大看板安尼甲打出来，伊写啥物？我甲各位介绍，已经做八年的立委，伊要竞选连任的时阵，伊写讲，我若佫当选，我要启动幸福。夭壽哦！互你做八年拢无甲启动，啊！你即马你选掉才要阁启动，咱原来咱的幸福拢还袂启动啦。我甲问讲，你写讲你要将启动幸福，啊！你的启动幸福，你敢你当时你进前拢无启动吗？无你进前是咧创啥？进前拢伫遐坐哦。你若无爱进前八年前的立委，你若拢有去启动幸福，啊！即阵才咧启动。啊！若地方首长更加难，我敢若感觉讲，我若去到台湾各所在，我拢知恁的店长是啥物人。啊！你我未去提册来背，我是去看到讲每一个乡镇去到所在，连我家己住的所在，啊！若行到一个所在，一只桌啊，伊就该写一个啥物人关心你，啊！你就知哦，这就是恁这镇的店长。啊，一条路安尼短短几百公尺，拢总采二十几支的，啥物人啥物人关心你？啊，伊敢真正关心你？毋是啊，伊就是要为着曝光率，要为着后边选举的知名度关心你，连咧便所、公共厕所嘛写关心你。啊，无卫生纸啊，当拢无，啊是变啊关心，甲搭一个迄啊，就关心你，吼。啊！即马行政院政府机关，伊用这种柔性的言语，特别甲你号召讲啊，去看会当互伊投一票未？大家拢是安尼想，想讲哦，咱的政府真温顺，真温柔。你看，连买一包火炭，伊嘛写甲你讲，请尊重生命，啊，关心你。买火炭甲尊重生命，佮有啥物关系？古早我想十年前。你若买火炭，甲你讲，你请尊重生命，你怎去互迄个伊骂？我买一包火炭是啊，我敢有咧糟蹋生命？无，啊是啊，即马买火炭都爱尊重生命，因为即马自杀用火炭，开始台湾的命运安尼转落去啊。所以咱过来看到台湾遮济，我甲恁讲遮济，无拄好，无拄好，无拄。咱拢一直停留伫啊，对，迄会安怎？会安怎？会安怎？就敢若咱即马去予医生看的时阵，医生若去到到位，你的病人已经读到一空，弄一个足大个，啊，伊当查起来，当对啊，甲你讲啊，我看这会死，啊，我看这会流血流真济，啊，我看这差不多会昏呢。伊若一直甲你讲这個，你会怎甲牵落？讲我嘛知，这我嘛会晓。哦，因为迄我看就知影，这会死我知道，因为都老岁老遐济啊。但是伊甲你讲一句是啥，啊你都无病房，咱的过程拢变作安尼去啊。好、哦，所以你看咱的健保种种，真济迄甲外国比起来是无同款，连社会福利，那讲到社会福利，迄啥嘛足奇怪。每一个候选人啊出来竞选，伊就我要替恁争取福利。我想讲奇怪，台湾的福利爱阁看你清楚，啊，那歹用分配，那歹政府用迄个分配，安尼大家分互平均就好啊。我第一届看到英国因的社会福利，我看一下才真正讲，这哪块国家我唔足好诶。我若看到美国因的社会福利，我着心内敢想讲，我若一个美国人唔着足好诶，心内会欣赏因的国家，因为因知影啥物叫人权。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照顾社会福利，他们的孩子拿着他的规定，
你要领社会福利的规定，不是一个月领几千，啊，底下加高加五百加一百加一千，伊个毋是安尼，伊是甲你规定，你一天爱去食几粒卵，所以我钱给你，啊，我一天甲你算，你爱食几个吐司，几个营养的物件，你还佫一个月内，你爱带囡仔去佚佗两届，哦，连这拢累呢。咱的社会福利是毋敢顾巴肚俩？因的社会福利是讲，你的囡仔，这毋是你的，这是国家的财产，所以你一个月爱带去建设、去佚佗、游览，啊，这钱怎么出？政府爱出，因的政府做干呢？所以你若无带囡仔去游览，这你会害罚钱。因的福利是这种的，啊，毋过咱这边是变作要来享受水喝。看病太太来洗身躯都无法度，去共偷牙牙事，啊，结果去法官甲抓到，啊，结果新闻安那报，拢学了啥物人？法官真仁慈，啊，这个警察真有贴心，吼、哦，听讲迄届警察拢倾足济钱，啊，怎互迄个人？但是咱拢无想一点，这个代志啥物人爱做的？政府爱做啊！所以伫外国，我感觉足奇怪，恁阿拢无人咧做善事。伊讲我做善事要创啥？这政府爱做诶，这毋是我做诶啊。所以因诶概念着改变。伊知影讲做善事这件代志是中国人甲咱讲诶，因家己拢无爱做，啊叫咱一直做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看到遮，知影这个改变，爱开始去勇气去甲改变。我嘛知影讲，咱各位来遮上高级班，拢会拄着侪困难。每一届去共讲的时阵，大家拢甲你讲无可能，这是第一个答案。第二个答案就讲，啊，你明仔接证券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就讲，强费也敢卖。我就想来想去，感觉讲奇怪，咱到厝要装潢，敢着搁请问隔壁？咱家厝要来甲改装，改做啥物？敢着甲隔壁有关系？敢着讲爱招隔壁来参详？阿咪要出钱，阿啥那着爱个隔壁，啥着个强匪啊来问看卖啊咧？阿着过来问国民党，阁问看卖啊咧？伊敢要交你？因为这就是咱的思想已经变成奴才。我以前无客气讲，这种的思想已经变成奴才性。伫读册内底，伊一步一步甲你教育，互你变做奴才时阵，你拢唔知影。所以，当我渐渐安尼静静听这首歌，讲爱拼，爱拼，啊拼到落尾，才知影讲台湾方向唔对呀。你会当去发现着讲，伫咱人一生当中，伫啥物时阵才对我小可有尊严？投票迄天。哦，投票迄天，再来甲你拜托，甲你讲，啊，其他若投票过了，啊，就无啊。啊，第二届有尊严，就是啥物时阵？就是死去的时阵。迄礼仪社甲你办甲安尼，我感觉即卖的礼仪社，我嘛看着讲，咱的方向，咱的教育程度到底是咧创啥物？因为你知影即卖礼仪社做到啥物程度？价钱拢无共款哦，我甲讲，哎、欸，安尼这价钱，我看隔壁老人过用，啊，我去甲关心的时阵，迄礼仪社咧讲甲嘴甲全破，伊讲啊，这啥人啊，三种价钱拢无共款，结果伊怎啊甲掀过来，看到一项，伊讲催泪指数无共，催泪指数无共，价钱都无共，我讲催泪指数知影无？就是讲你若开20万。啊、我就叫一个人跟你说，啊，这就讲讲的就好啊。啊，那40万，哦，迄、那个礼仪就跟你讲，甲乎你连路边啊跪都要流目屎。吼、哦，安尼哭，安尼哭，啊哭，甲乎你行过的人讲，哦，这假死那才伤心。啊，那60万佫较济，可能吼、哦，请董主席来跪咧哭，哦，拢会。迄就是咱人死的尊严，死造尊严。咁安尼，咱若歹活的时阵，就来建立咱的尊严。而且，我爱甲大家分享，就是咱敢捌看过外国，因对着人权的尊重是虾米？
当伫1988年，美国第一届看到非洲遐个人安尼无饭通食，开始要大行动甲救援的时阵，因用一首歌曲叫做《Hands Across America》，就是用手牵起来，从美国安尼甲翻过去，横跨美国。安尼甲翻过了后，柬埔寨伫咱个想法讲遐那遐无聊，但是因迄届了后，因知影讲美国人权爱对全世界建立，所以因就开始从美国，我讲莫怪美国个遮尔遐伟大，就是因尊重人权。咱看这首好这个片段。Hands Across America。伊这个片段吼，应该内底这首歌曲内底，就是迄年美国总统雷根，伊将牵手的行列内底，伊嘛怎参加伫内底。虽然咱家听伊这歌吼，体会较袂到，啊，毋过你看伊的歌词内底，伊写着讲，当我看我兄弟姊妹咧哀哭的时阵，伊愿意将家己的物件摕出来，哦，所以这首歌曲内底所带来的是讲人权是袂当受到摇过的，哦，所以讲 Hand Across America， 我看到伊只美国规个领土遐尼宽，6000公里，去卡牵起来。好，我先暂停啊。好 ，OK， 好。哦，原底我是看大家去看到内底影片啦，吼。伊这影片内底，因为因咧牵手的时阵，你才知啥物叫做感动啊。吼，伫台湾内底，将来咱可能毋捌甲隔壁人咧牵手。这个牵手毋是迄种要甲伊侵犯的态度，是讲你跋倒。我把你牵起来，因这个歌曲唱了，在1988年，因就开始奥运迄个非洲，因想要去奥运这个非，因要用这个物件，迄个资源要去，想要伫台湾，赶快做会到，啊，想外国拢会去支持这个非洲，因为因讲，因看到人的价值。并不是伫物质的物件伫遐抢来抢去。简单讲，伫1999年，台湾嘛发生一个地震。我真明显看到台湾人，因为当我去救灾的时阵，
我看到一个真无同款，心内嘛真真济冲突。第一，看到咱的救援队，遐个国民党培养出来消防队，一刻刻到位，伊就开始伫遐徛遐看，伫遐念讲，即可能死啊，敢要尿？啊，佫看，啊，阮的长官也袂来，所以阮袂使叮当。所以，因要开始做甚物任何动作，都家伫遐等，伫遐看，啊，等到因的上面的长官啊来个到位，吼、哦，只是讲啊，无猫看蚂蚁咧，迄男才死几死偌久去啊？已经是死足久啊！但是看到外国，我第一个看到日本，当我甲日本咧讲的当中，我也佫无谅解，因的救援队伫第三天到位。我看到因就是开始隆重来十二个，用足短时间将遐帐篷拢个搭搭起来，有厨房，有归卫室，有啥物货啥物货啊，一间一间有休困的所在，等因捡啊，因起较好。十二个隆重六个转去倒一边床困，啊六个开始滴着迄帽啊。啊！怎举一支钢腿啊？伫遐啊，牵因个狗仔去啊，哭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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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哭。我拄看到，我想讲，要先啊，恁这同伴呐拢袂好妖吼，谁若要做，就大家同齐去做，同齐休困，这是咱个概念。但是因安尼尿尿尿尿到落尾，有一个现象出现，等到我当时才谅解。我本来想要去甲遐困个人甲叫起来，讲，恁嘛较差不多嘞，大家拢咧做工课，啊，恁呐拢伫遐咧困。想袂到，等到暗时的时阵，十二点，换下早做的才转去睏，啊，因才转爬起来，佮地无啊，啊去哭哭哭哭哭哭，安尼一直吹，因的狗啊嘛轮流，所以第一届印象上深的，就是当一届半暝三点，因的救援队，因的狗啊怎飞落，讲真有人，啊，大家。较紧嘞，用圆锹三回，因迄若奔着，迄狗若闻着有生命迹象，迄狗若飞落，伊迄鼻仔奔落，因迄拢肿起来，啊，就开始用圆锹一直咬，一直咬，结果咬一个人起来。检查你毋知现场，虽然迄个人毋是我的亲戚，嘛咪我的朋友，我基本毋捌伊，啊，毋过看伊狂卷出来时阵，当伊手咧甲大家按，讲我要平安，我要伫遮，迄种大家感动。讲奇怪，日本人有法度。日本人伊嘛看起来伫遐万载万载，哦，因足欢喜个，讲哦救一个，陆陆续续骨一个骨一个骨一个，拢总我会记你救七个起来。每拖一个起来，因就是伫遐哦，伫遐互相庆祝。啊，咱这边讲个话则奇怪，尤其是船长。啊！我叫是你袂起来，讲，吼、哦，啊，拢讲叫是讲我叫是你敢有法度？啊，遐救援队嘛看我讲，哦，安尼你算命大，袂歹，你算有重命，安尼袂歹，敢讲安尼尔。我讲吼，迄、哦、较重的命啦，甲囥咧嘛是死吧。当伊一个一个救起来，过天光吼，拢、哦、总七个拢送病院，知影遐七个人拢总。活起来平安，过来，我咱的救援队嘛不甘示弱，伊想讲恁的狗会晓，我的狗嘛会晓啊，吼、哦，伊嘛牵伊狗去开始去找，啊好啦，要找大家来找啦，结果找到落尾，哎、欸，台湾市的狗，咩国民党市的狗嘛飞呢，飞落的时阵开始嘛讲，哦，这可能还佫有人伫内底，嘛要表现，啊，就叫大家都去尿，尿尿尿尿啊一半。结果看到迄只狗吼，看到一罐迄地边的宝露，吼啊咬咧，怎做去边啊？啊，大家是讲啊，但是要有啊无？是要尿咧啊无？结果甲看讲，伊伫迄只狗伫遐咧食迄罐宝露，啊，大家是讲伊是闻到宝露咧飞，还是闻到人咧飞？大家看到落尾，伊猫猫讲可能闻到宝露吧，啊无迄内底也无啊，连狗都无共款。足奇怪，所以等到这个时阵过来，因甲落尾，
拢总所有行程已经经过72点钟，你知因迄12个救援队人拢总无辛苦，嘛拢总无换衫，安尼都73天。哦，我嘛对3天，但是我看迄个场面，当因特别讲啊，我甲恁讲，可能拢无人啊，阮拢甲你敲甲拢找了了，才应该无啊，因为吼，迄对户口簿啊，该无去的拢找倒来啊，啊救起来。伊就牵手12个，虽然是12个短短牵手，因排一日，迄天的暗时，伊甲大家鞠躬讲：“什么马赛，足歹势，我已经尽力啊！我知恁丧失亲人的艰苦，足歹势，什么马赛，一直甲咱讲什么马赛。”我感觉迄是咱的人呢，吼，唔是讲唔是，即马起来我知影讲，哦，原来迄就是咱的日本。伊疼惜着咱，安尼遐远个国家来个遮，来甲咱救。啊，救了后，因佫将因个无法度甲咱斗相共，佫甲咱道歉。我看到咱这边有个人无第四个，一个阿婆，差不多60几岁尔。迄船长若咧公布讲，请大家来遮用餐的时阵，伊就走第一个。吼、哦，我大概看拢第一个，啊去看看其他人煮啥物物件，因为迄拢有人会煮啊，吼遐来食，爱着走第一个，啊那领物件嘛第一个，啊不管啥物拢第一个，啊我一届去住勘察伊个房子的时阵，住到个因兜，我甲看看讲，阿婆恁兜厝怎样？伊讲嘿啊，阮兜好积德啊。哦，我听是讲，啊讲阿婆，啊你这矿泉水人个内底拢无够，啊这牛奶粉。拢无够，你那无分分给别人。伊讲，哎、欸，即我争取的呢。哦，贴甲对山去，安像安甲天棚安尼同款，遐悬矿泉水、牛奶粉，反正会用的、会领的，拢总领到。我讲阿婆，你爱分分给别人啦。伊讲无啦，我吼，就是我争取，我排偌久，排几下届，才排才争取才倒来。拄有一届经过7天，有一个骨逆断。吼、哦，逆断层、逆向波，搁一届，哦，迄届嘛足大个，大家拢袂记哩啊，奇怪，迄、那个阿婆哪无出来排队，啊，想讲啊，可能伊领真济也歹领吧，结果一天无出来，两天、第二天无出来，转去甲迄个船长讲，船长，你去甲看卖啊嘞，叫去甲看讲，腰身，去予伊个救济品怎缀伫个脚，啊，怎缀死爬袂起来，啊，结果经过。江华怎死去？新闻嘛，甲报出来，伊个后生拢倒来，讲我妈妈嘛是受灾，所以领100万。哇！我看一个讲是安怎？这个九二大地震过了后，你拢无倒来问看有要活嘞无？啊！一死去，讲听讲死一个先领100万，遐个囝儿拢倒来。我才想讲，是安怎？咱个台湾会变安尼？我唔敢怪因。我是感受到讲，是因为咱对细汉教育就出问题，一直到今日。所以伫台湾民政府，甲遮，我知影讲伫昨真侪小组咧讨论的当中，检察你会怀疑讲，咱有法度接政权无？咱敢有法度？即句话我常常请咱家己爱问家己，我敢有法度？咱唔通问别人，这种物件你爱问家己讲，我敢有法度？当你问到家己讲，我敢有法度接政权的时阵，你若犹豫，你若感觉无可能的时阵，还是你的信心在阿咧倒退，请你这毋是唔对吼，这毋是错误。你唔好讲啊，这人吼安尼狂腔狂腔，吼死鬼派，唔是咱无动作安尼，你爱较紧去找。各地有说明会，伊会甲你说明了后，你才知讲原来咱这条路是正确个，唔通去用骗伊，唔好去予真济人外口，就敢那像讲算命来甲你讲你的命真歹，你敢要相信？讲迄无可能吧？因为这是胡白讲个，真正命运是控制家己，控制你要相信甲袂相信。相当有一个作曲家叫做贝多芬，
伊个耳腔无听去，但是咱这边个个翻译叫做《命运交响曲》。我相信迄首曲真震撼，但是到落尾，我甲查原文起来，伊名叫做《命运交响曲》，伊毋是命运，伊是运命。你看台湾话都也要讲作正确，请大家爱注意哦，命运甲运命无共款哦。命运是随在人，啊，我都无法度，啊，都半生成，毋是地主作业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运命是安怎？是我袂，我袂安尼。我感觉这才是有效，是用家己的气力操作家己的运命，去运用你的生命，叫做运命。所以伊伫后壁写着，吼、哦，伊应该即句话毋是命运交响曲，叫做运命交响曲。咱讲翻了毋对。好，伊讲这个生命的权利是你的手，是你会当主张，你会当主管，是安那？你要操作别人，你要操作好一个生命的算命，你讲安尼就安尼，咱唔好骗你。所以接正权要有一个真要紧的态度，就是当你咧讲讲的时阵，唔是去甲伊讲，阮遮吼，咱爱提升咱的管道，因为咱是人，人的生命甲精神无同款。咱去共讲的时阵，唔是要解讲，你若一只猪去共招来，即区的猪条，猪会安怎讲？假使若猪去共招人吼，招猪啦吼，伊会去找足侪猪，啊，甲底下猪讲，来哦，来，阮即条吼，阮即条猪条吼，喷较侪啊，请你紧来，啊，遐猪就规阵拢撞来。请问，咱唔是猪哦，咱是人，人的生命是爱解讲，这个人权的价值。咱若找回来，我相信咱无欠过食物，咱无欠过物资，咱无欠过目前社会所欠过。只要你人权概念若健康，因为咱执政是要去个管理，毋是做官。请大家毋好讲哦，听讲内面政府会使做官，这个官伫外国的思想，伊是叫做管理，伊是一个管理权柄，你爱照着。啊，毋过要讲管理，毋是讲啊，你安尼去就是讲管理。管理你知影上要紧是啥物？是你的形象爱出来。你的管理权要爱有的时阵，就是你的形象爱有出来，互人会当看到。你的管理权就大，因为这是合乎人权。你袂使去讲用着低的性命去讲讲，阮只规堆的喷吼，请你进来啊，饲个大只去用台，这是袂使的。咱就爱知影讲，这个态度改变，就是爱对家己头壳先去改变。咱讲讲的，唔是要你来管台湾，唔是要叫你来光叫，是爱清清楚甲伊讲，你若是一个台湾人，你就爱有这个决心，你甲我爱合作，唔是你伫遐等。所以，当咱有出国去到外国的经验，真侪外国人真看无轻咱的台，看轻咱的台湾。我一届看到迄泰国个，啊，甲咱讲也是迄菲律宾，我嘛毋知影。迄个时阵拄啊渔船个事件，吼、哦，咱个船去驶出啊，去用拍，啊，大家拢会想讲奇怪，是安那那拢去用拍？遐渔船嘛真巧，尤其伫东港遐，因迄种个悲惨，我相信大家无法度体会到。你敢捌看过一个厝内底拆三个零刀啊？各位拆一个足严重啊，对无？拆两个嘛真艰苦啊，佮拆三个，原来是爸仔囝出去掠鱼，啊，跳网将拍死。啊，这着足艰苦啊！但是你敢问讲啊，谁人若敢拍？伊甲你讲一句，你毋是国家，你要凭啥来甲我讲？所以遐菲律宾常常咧讲讲，恁台湾人就是无家己的意识。当听到这句话在我的心中内底，我感觉是在心内对家己一个决心，讲唔忙，大家拍拼，拍拼，咱爱家己的主权，咱爱家己的自治主权，咱爱知影，咱是要过日本人，大日本帝国的人，你无任何条件将我改变，改变我的国籍，所以当你若会当安尼清楚。我相信全世界美国也怕咱，因为我已经知影，我毋是中华民国。
这就是一个主权的形象拿出来，你就有那个管理的权柄，就敢那参详讲，王永庆的囝，伊是安怎会信任讲我的爸爸会将财产交我？因为我是伊的囝，敢毋是安尼？啊，毋过有的咱台湾人是原地咱咧承接的产业，转去哦隔壁甲你讲，啊，你吼了尾啊啦，恁爸爸吼，讲卖插你啦，啊，你无可能接恁家的财产啦。敢会安尼？我相信王永庆伊的财产、伊的产业要交嘛，要交予伊家己的囝，袂讲隔壁做了较好，交予隔壁。我相信咱袂安尼啦吼。咱的囝不管安怎歹，你嘛会将要家己的家产吼、产业拢交予伊吧？你袂去看对面迄个高水，我要交予伊？无可能啊！啊，咱台湾就是安尼，台湾人就是有台湾的这种使命感。咱来去承接台湾这块土地的执政，敢那独独本土台湾人会使承接，所以你莫去用公共的，你怎啊变作讲敢有法度，敢有可能，敢会使哩？无这种思想，咱来充满家己的信心，甲愿望，台湾，我绝对要执政，我要甲管理，我要用咱的。上好的形象来将台湾管理到全世界，拢看到台湾，这就是咱的目标。今日真欢喜，甲大家分享到这哈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同学，咱下课休息10分钟，好，下课休息10分钟。